High Tea 唔一定要霸座仔位嘅，有酒店推出土生葡萄下午茶 buffet， 俗称肥茶嘅 Shark Godu， 呢个木糠布甸劲香浓啊，一定要试啊！仲有特色果酱。哇，好嘅，第一次食嘅食唔食嘅，有冇食过啊？冇。真系好满足啊！咁多嘢食就唔怕食唔饱啦。哇 ，My favorite 马加优球啊！一个边够啊，梗系成盘拎走啦！咸香嘅味道真系想鲸吞啊！好唔好吃啊？超快要食啊！国民自助餐梗系要食翻九本啦！炸咖喱肉碎包，酥脆嘅外皮，馅料十足。中葡美食汇聚梗系唔少得中式点心同埋甜品啦。喺出面食碗渣渣都成20碗，喺呢度唔食多啲真系对唔住自己啊！仲有主食 serve 添，即食梗系食太阳蛋。巴茶最啱我嚟消滞啦，中唔中意啊？清新喎，我要呢只啦，清清新。OK， 咁我帮你准备啊。环境仲几舒适添，百零蚊咋就可以拉埋啲亲朋好友过嚟装逼吹水，每个星期六下昼先有噶。Cheers！